怎样啦？我们今天要来一日店长。跟你讲个笑话。什么笑话？如果日本人觉得很热，对，他们不想要这么热，知道他们会说什么？他们会说达没热。什么东西？你觉得我今天装扮怎样？你今天打网球。没有，我今天就想说，达美乐就是一个非常青春洋溢，你懂一个牌子。青春洋溢，那敢找错人了？乱讲，我很青春洋溢啊，就是一种那种感觉，就是你要有活力，大家才会讲说，好啦，也来吃啦这样子。今天我们的目标，等一下进去看一下他们店长会说什么。OK，Let's go。现在在影片开始前呢，大家请记得帮我按赞、订阅、打开小铃铛哦。宝哥，天菜，他这边说后面已经跟他的那个厨房没有两样了。你有做过披萨吗？我有做过披萨。所以那你等下应该很上手吧？但我离做披萨已经可能有两三年之远了。没事，等下可以看看你的手艺。难吗？我觉得很简单。那我应该也觉得很简单。Easy。好吧，你好。天菜娘娘，你好。不要这样子，叫阿菜就好了。本娘好漂亮。哎，对，问题不大，问题不大。哎呦，你先里面先休息。好的。我先看一下。先看一下我们有什么口味的，你喜欢什么口味？你随便帮你朋友买的，那我帮你朋友选一个好不好？好，你可以跟他说天菜帮他选的，然后他想要天菜哪一位？我现在已经帮他的朋友选了，因为我们有四喜啊，青酱海鲜、青酱培根、夏威夷，还有白酱鸡肉。然后我觉得四喜最棒，因为他什么都可以吃到，所以我帮他选四喜，你也接受对吗？他已经接受了。贴心，完美销售，完美销售。你有选择问题吗？美国道地披萨，这个，好啊，这个 pepperoni 最棒了。对，成功两单。OK， 成功两单。好，安安，大家嗨。Hello， 好，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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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对啊，因为我们今天真的很开心能够邀请我们的天菜美女来到我们达美乐担任我们的一日店长。没错。对，那因为我们今天呢邀请到你的时候，我们真的其实很期待。我们今天一定要让你尝试一下达美乐的制作披萨。你说我要自己做吗？对，待会会让你体验看看。OK， 因为我自己也是非常喜欢吃披萨。披萨是什么东西？就是 comfort food， 在国外我们一直说它就是让你心情会开心的东西。在美国的达美乐。通常吃不完，什么时候吃最好？早上他们会放在冰箱里面，然后早上呢当早餐拿出来吃，而且他们是不热的哦。OK， 那我们还是尽量食材部分尽量不要再超过第二题的品质问题。好，那我们接着。OK， 准备好了吗？准备好了。有信心吗？肯定有信心。那我们接下来要给你看一下我们全世界达美乐的队呼，然后我们通常在上班前以及我们下班后，我们会用这个队呼来正式员工的士气。然后就开始经历整天的工作。好，那我等一下给你一个士气，一起喊，好不好？那我们往前移动。布料拍子，胡麻味，达美乐披萨，胡麻味 ，Number One， 大大做 ，Sample Pizza Number One，Sample Pizza Number One，Sample Pizza Number One， 呼，耶，给这个掌声。好，那我们看一下我们的功夫如何教我们天菜美女把我们的面团变成大大的面团。先准备。好，那今天早茶做的是薄脆饼皮，没错，压边。有感觉，有感觉哦。有啊，很厉害耶！我跟你讲了，我就说我就是达美乐最好的那个啊，然后我自己也会做披萨。可以吧，观众？可以，有那种劲道的感觉了。我不懂，但是我照做。应该是本吧。你是不是觉得我做的有点哪里怪怪的？你真是厉害。对啊，你真棒。那我们接下来就把我们的饼皮拉大，拉的跟盘子一样大哦。哦，来，你们看到了吗？好棒哦，给我们看看。你们觉得我做的怎么样？我觉得你做的像葱抓饼。而且你知道吗？哦，动作好快，动作好快哦。要把这个拉大，我们拉大的时候从。哦，
哦，大，我们到这边喽，五四三的接啊，画上去了。哦，来，开始了，好棒。这个是不要再拿了，这个不要这样，我们当做没有发生这个事情。然后它的重点是，你看我的就是会旁边有点比较厚，中间比较薄一点，但是呢，刚所做出来的就是每一个都是非常平均的。好，那接下来我们就要放料的部分，那我们就放我们第一个月见试吃。开心吗？做完了。做完了。就是中秋节要团圆。对。然后大手笔，这样子。可以加其他起司。哇。好，那我们月见四期呢，总共有四个披萨的融合，对啊，还有龙虾沙拉，以及我们的海鲜披萨。OK， 好，再次完成我们的月见四期。那准备进入之前，我们给我们的摄影师拍一下烤之前的样子。我们有。这边的夏威夷超级豪华海鲜龙虾，好，那我们就可以进炉。好期待它出来会长怎样。好，那接下来呢，这个披萨呢会介绍你，就是我们上个月推出新的199划算的大披萨，叫青酱海鲜。青酱海鲜，对。哇，其实在美女完全看不出来第一次做的，有没有？因为平常呢，我们就是有在下厨，那我们要把它分布到各个位置。那种是芝心饼皮的。芝心饼皮。有，待会会给你做看看。那它就完成，我们就可以进炉了。那我们他们的披萨，你有没有想要吃什么芝心的披萨？我喜欢的是这个豪华。好，我一定都点豪华。那我们就请我们的公主帮我们把我们的芝心饼皮拍起来。公主，我想要吃豪华，可以，它是可以一半豪华，然后一半那个夏威夷。对呀。那我刚刚拍之前，我就会把边全部压掉，因为这样包起来的时候比较细一点。哦，所以这样薄薄的，薄薄的，然后它就有起司的，然后它就有起司感。然后能够扎进去，给它紧一点，它就不会紧，对，就不会爆。紧这个东西哦，我最在乎。就在放料的时候不能想太多，哎，就是你要马上就是赶快用，要不然你要做到明天啊。整个让台湾为之所闻的芝心饼皮，为什么？因为我们有这个秘诀。首先，我们会在我们的边边会撒上我们的香蒜起司粉，有的部分就是待会会吸附我们的。这样子吗？对对对，整个都要涂到。这就是达美乐知名的芝心饼皮。好。然后我们的重点是粉，所以粉的部分一定要撒的多又均匀。哦，再走。有没有这个特色？有，专业哦。OK 没？有没有多又均匀？好。好。进炉之后，我们的刚刚的披萨也出炉了。出炉了，所以我们请我们的王子来给你做个切披萨的动作。哇，这是我做的披萨。你看，这月见四喜以及我们的青酱海鲜。好，那我们第一刀先请我们的王子示范第一刀。哦，好，绝对不要回刀，因为回刀的料就会回来了，所以第一刀都要粉。啊，有点紧张。好。OK， 好。这样可以吗？可以，非常好，真的很好。好。哎，有模有样哎。真的，好，完成了才给你自己一个掌声，好不好？厉害厉害。也不简单哎。真的。那这两个披萨是您亲自做的，哎，今天粉丝也很多，我们招待他们一起吃，好不好？一口可乐，一口披萨，爽！哎，我的人生什么时候可以这样子？我真的是想不到，哎。干杯！嗯。我是不是吃的很危险？用舌头，用舌头。阿菜做的好吃吗？好吃，好吃。说实话，说实话，可以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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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舒服。达美乐大披萨199。对，那我们这次的广告的时候就是199大披萨。对，之后你就记得要喊出说，哎，达美乐大
达美乐达了没？然后吸引那个所有的路人的注目焦点在这里。OK， 达美乐199大披萨。大披萨，看一下哦。我们要去这边，因为这边有停车。达美乐199大披萨。看一下哦。达美乐199大披萨在前面哦。好，他们已经看爽了，我们可以去后面那边。你牌子都挡住你的。什么？那我拿高一点呗。对啊，拿高一点。他要弯腰吗？我这样好吗？可是大家都会看我的绮梦哎，我就很尴尬。达美乐199大披萨。要买要快哦，走过路过不要错过哦。达美乐，达美乐。你去跟那男的讲话，害他被骂。有空要吃达美乐哦。OK， 原来他很开心，他说 OK。达美乐199大披萨哦，达美乐199大披萨哦，弟弟，拜拜，拜拜，你看弟弟有跟我拜拜，啊，我知道了啦，应该要跳舞才对啊，有没有这样微波动可以吗？可以可以，有人可以给我音乐吗？达美乐199大披萨只要199哦。一日店员太难，不是太难了，就是收账这个东西对我来说实在太难。调一下，129，对，来，我眼睛已经快圈圈了。最可惜的是，我今天最辛苦的一个工作，你可能要看，然后你还要算钱，然后你要跟先生讲，好，351，他偷电人了，不是。这边算圆满的结束了，大家记得中秋节最好的朋友，还有过那个什么跨年啊，逢看足球、篮球，任何时刻只要是大家聚在一起开心的时候，就可以想到我们的达美乐。来，有什么问题？今天哪个最累？我真的觉得算钱真的不行，那算钱我真的是快哭出来。任何 cashier 非常厉害，辛苦你们了。第一次做披萨有什么感觉？我觉得跟我自己做的东西，自己做的还是有差，因为他们的不管是皮里面或怎样，都很多美感。我觉得，好，那今天做个总结吧。有算大成功吗？大成功，今天大成功。那如果大家喜欢我的影片的话，记得帮我按赞、订阅、打开小铃铛，然后非常谢谢我们的绿宝，记得打开小铃铛。OK， 大家拜拜，拜拜，拜拜。